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象棋节目。今天仍旧是我和蒋川特级大师和您一起分享福尔加坊全国象棋女子甲级联赛的对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河北的张婷婷直线对阵黑龙江王琳娜的精彩对局。我们来看对局。对，炮二平四。哎，这个视角炮在女子选手里下的，我很觉少得很少，是吧？对，视角炮的变化应该说也是在整个象棋体系当中都不多。是。当年其实最著名的是李来群，创造的。哦，也是河北队的前辈是吧？啊。正好啊，张婷婷也是河河北北队队的的。队员，对对。视角炮的特点是什么呀？视角炮的特点呢，应该是也是属于稳阵的一稳种正，啊，也是一种棋形的棋，是棋形吧？的棋，对，伺机转成各路变化，有可对，能转成，先手反攻哎，嘛，先手马反八攻进去吧，转的还先有手可反攻能嘛，转就，成五六炮。对，都有可能，重要的是这个炮放的视角，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比较稳的，是吧？其实有一度我也挺喜欢下这个的也挺好像，啊，但是你要想喜欢的是骑马视角 炮，哎，对，骑马先视骑角马，炮。马八进棋，让人家卒三进一，对，再。我再转一下视角八比炮四，啊。我觉得这个对，其实下起来比较灵活，主要对，是它之后的导向不容易被对手觉察出来啊。是就是对，我比较喜欢它灵活的那一灵方活面。一面啊，黑棋卒七进一，那卒就七是进走了卒一也七，是当前比较针锋相对的下对对法。对对，为什么？因为视角炮呢，肯因为定，你肯定想跳正哎，马，对，最弱的对对，是右马。如果右马可以兵三进一，马三进四跳起来，我还是比较觉得舒服的，最舒对，服的一个样子啊。是。所以卒七进一。顶马呢也是比较正常的下法，对，这棋我要我就是马二进一是吧？正常的。马二进一，对，是哎，马二进是比较正常黑的。临马二场进，他是走了炮八平五，炮八这个平五倒还成中炮，也无所谓。哎，对，这个次序倒从后来结果来看也是一样的。炮八平五，黑棋马八进七跳，黑棋马八进七，红棋马二进一，红棋马二进一，黑棋车九平八，黑棋车九平可是八。我觉得。蒋大师，我觉得这个棋吧，先走完这个红棋的车不太好出了，有没有这问题啊？现在对，车一平二，它不就封住了？确实对。如果对吧？直你要接直出接去的，跳对，吗？可能车就出来了，直接去，他可以这么走了对啊，吗？它不车车二可以进涨起四来了，吗？或者涨到这里对来，吧？车涨起对来吧？我是偏向于快速出车的那个下法，可了。能不同的棋手有不同的感觉。他是想快速出这边的子儿。对，他可能想快速出左边的子，哎，对。对。各有各的特色吧，只能这么说。他走的是炮八平炮五，八平五，哎，对，车八九平，平八，那对，红旗没有肯马八车进一七平了二，哎，这样车一平二就不太好了，因对，为这他个就封封太一严卷，厉了你要哈。马八进七，他就炮二平五了，哦，直接就秒你中兵了，这个单是，马太难受了，所对，以他没有先出车让他封，他先走的是马八进是七先跳。走了马八进七，然后黑方马二进马二进三。三。哎，红方车九平八，车九平八，这样红旗左边的子儿稍微快一点啊。车一黑平方二，车一平二，这样红红旗方走车一车一平平二，二，哦，出来了。他也是这个棋形肯定是不肯车一进一的，是吧？太难受了，这棋车形进一感觉有不点好，别扭。他走这个，对，然你后再过他会车八进五什么的抢占制车高八点，进五哈，总是那个编码最后特别薄弱。对对，那他所另外以。出这个车的话，可能也是。他在他的布局的这个准备之内，准备之内，毕竟红旗是双直车，对对对吧？对，而且黑方也无法形成双封，红是旗因还为可以接对，受。确实在这时候你再封就没有刚开始说的炮二平五的棋了，所以说他也不对，怕。就是红旗的压力会，这儿的压力会轻一点。对，他炮八进四，炮八进四。就是有的时候下棋一个次序啊，直接把它一晃，好多变化就直接避免了哈。对对，走车车八八进进六。六，哦，车八进四行不行呢？蒋大车师。八进四，他可能炮二平一。那我闪开，我准备兵一进一弄你那个，准备兵一进一上，那对，他有可能车二进六，然后再啊，吃进去，是这个，也反正我是。兵一进一解决那边的问题，可能黑的这边压起来也挺难受的，是吧？对，是。所以他选的是车八进六，总而对。言之不能再让他封住了，对，两个车肯定一不定可得能都进是去，被封住，对。这样准备车八平七了，是。黑棋走，黑棋走了四四进五。十四进五，十四进五，那车八平七怎么办呢？但是他这个时候
也不能走泡泡瓶一，他如果走泡泡瓶一的话，就比如说像你刚才说，泡泡瓶一，对，正常的，他有可能就吃进去，吃了。你居然讲他有个泡四进五，这太厉害了。放到这里来。泡四进五不像，不行了。对呀、啊，你这个形状啊，不像嘛，自己被自己把自己吊住了，那我他就打你一枪，我就退回来。解决不了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哦，所以这视角泡的特色，我们还是要不容小视啊。对。它老有个穿。是。所以这个棋黑方没有肯泡泡平一。对。那黑棋补象，黑棋补了士，不是，补士，黑棋补士之后，那人车八平七要吃这个怎么解决呀、啊？是啊，他这个应该吃，应该吃是吧？啊，要我肯定是先闭着眼睛吃了，这吃毕竟是个先手、啊，对，而且这马肯定只有马三推四啊，是马三推四，稍微替黑棋想想，那我肯定会车七平八平回来，再平回来，对，这黑棋怎么解决啊？是不是只有黑棋也有可能会再马四进三？马四进三我就再压你，那不是那是不变作和。啊，那马七进三我算了，我不压你。拱兵。对呀、啊，你再跳，我再拱。对。你的马有特别好的进路吗？踩了这个。再拱没有，踩这个倒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也不会先踩你。啊，对对对，即使踩了 你踩我还有炮呢。对，底线无根拉着呢。对，这个无根太厉害了，那黑棋这马四进三不行呀、啊，那黑棋是不是可以考虑飞象？飞个象。飞象、啊。他是这么想的吗？我们替他想想啊。黑棋飞个象，下步车二进一。这个。我这样。嗯，你车二进一，我有可能泡四进六。啊，这能打我一下。对。那我补个士呢？十五进四呢？十五进四啊。那只有十五进四、啊。那有可能走这些也有可能。这是吧？我再支持你，不会给中兵打了吧？这极有可能给中兵打。极有可能，反正这样呢，我觉得这么下过来，黑方的阵型有点散了。对，阵型有点散。反正被我下的有点散了啊。是。但是呢，应该吃进去。哎，我是觉得这个不吃这么大的先手放着，有点儿，我没有想明白他为什么不吃。对。那他走什么了呢？他临场是走了兵七进一。哦，临场走兵七进一的，他可能。不知道，他可能想再稳一点吧。对对。但是有可能这个机会就是这样，下棋就是这样，机会对、啊，机会给你了，如果你抓不住，有可能就错过了。对，是。啊、黑棋炮平一平。现在肯定不能给这样呢，给他那个机会。对、啊，给了黑棋把视角护住了，就可以从容的平炮对车了。对对。这样你不肯对啊，只有吃。吃。嗯。吃，这样黑棋很从容的车二进二。是这样。哎，这样红棋啊，红棋。红旗走了车七平九，车七平九、嗯，啊，这步棋应该说，就吃一个黑卒，把黑方的弱马给放出来，我感觉还是得不偿失的。车七平九吃这边卒不是那个，不是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好像啊。对，这放这么走是吧？那他是不是应该走兵七进一啊？要我，棋应该走兵七进一。既然你刚才没占那个便宜，你占了这个就继续占呗。是，这样你要是退，退我就车七平六，是得退吧？啊，哦，车七平六。对我下步有准备兵器进下对，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你打我还能炮四进四垫上，对对吧？你也打不走我的车，我下招拱，反正我那儿没占着，我这儿便宜点儿。对对，是这意思吧？这车七平九，是不是有点贪兵啊？啊，是有点贪兵。好像女孩子下棋里面有这样的，就喜欢吃兵的。是喜欢吃兵。我曾经一度就喜欢那个吃兵占用。对，确实物质力量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我是这么想，吃兵的时候，如果拉长战线下到残局去，能扛到残局，还是不小的一个啊一个获胜的一个筹码。如果能扛到残局，那两个兵就是非常大。对，我是比较有信心能拉长战线的那种。对，所以呢，但是这个阶段对应该来说，这个还是大子的位置更重要一些，还属于离残局还太远。对对吧？车七平九，蒋大师说这车七平九是个一万手啊。对，有点得不偿失。好，黑棋马三进四跳。马三进四。嗯，红的走什么了？红的走了马一退三。哦，马一退三。啊，这步棋倒是不错的，因为不能闪将啊。这边是显然是红方的比较薄弱的环节，他介意先手登炮，然后把自己。薄弱的环节给解决掉。嗯嗯，这是不是也是他设计好的呀？他想我车七平九，让他跳出来，我打出去。这个。因为你不能直接马一退三嘛。对，这个也是有可能。对吧？他是想通过这马一进退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也不能说他这车七平九一点构思都没有。对。只不过是谁大谁小，可能要再研究的细致一点。对。现在因为很显然他不能打了。
不能刨八兵五打，刨八兵五打他有个反将，但是马在这儿就没事了，对对吧？是，那红旗设计的这块设计的也还有点心意哈，是有点心意，对，马一退三，这样马四进六踢，马四进六，啊，这样车九平六，车九平六，哎，车九平六，这样车二进二。涨起来，需要讲这块也是一个中局，比较纠缠的一个过渡啊，双方各抢各的位置，是，然后接着黑棋红棋走马三进四吧，是红棋走了马三进四，红棋还有什么更好的下法吗？蒋大师这里面，也没看到什么特别好的，也没有好的下法，吃一下的话，他马六进五啊，哦，踩了就简单的换了是吗？对啊，换了他就打将了。换了的话，你飞掉的话，他当然打将车抽掉，是吧？就是啊。你如果再换了这些的话，黑方的大子位置也是不错的。所以马三进四也正常。对，马三进四，他想，因为他自己的是弱马，对，试图做个交换是吧？啊，对。马三进四，然后黑棋，黑棋走了马六，直接换了肯定是。假如说直接换了的话啊。对啊，直接换了丢个中兵吧。中兵倒丢不了，啊，中兵丢不了啊！他现在暂时踩回去，是他打了以后，这中兵不有点危险吗？对，中兵也危险，对吧？这中兵不是红的含着呢吗？他可能马八进七，马八进七就硬打啥？硬打也可以，踢一脚哦，踢一脚他打边兵了，对，硬打嘛，先撞个中兵，反正也是多兵，都吃了，我就多再多吃一个，是是，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么个交换，是，对。对，马六进四做了个交换，是他马六进四做了个交换，这样呢红旗怎么换呢？啊，逼着红方表态，你不可能我让你马跳掉，红旗只有吃了，红旗吃，这样黑棋，黑棋打，红旗吃车，吃车，黑棋打掉，黑棋打掉，红旗车二退，红旗车二退五，好，对，纵观全局呢，经过一个大量的子弟交换，是双方下成了一个红方多兵，黑方呢，子力位置也非常灵活的这个局面。我们稍后呢，再来看看双方在一个各有顾忌的情况下，怎么继续往下战斗。好，我们稍后回来。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不知道您在这一会儿替双方设计了一套怎样的一个进攻的方法？我们来看双方的实战。对。应该说走到这个局面下，红方虽然多了两个兵，但是黑方的俩炮也非常活，另外马也是处于活的状态，对，所以说这个局面呢，如果红方过于乐观还是有危险的，当然这个局面就是有点互有顾忌的局面，是最考验棋手的这个能力了，也是最难的最难的了。好，黑棋实战走的是炮四兵三，先压住马，这个只有飞象，这应该是必须走的啊。对，飞象，他先把红方的阵型弄乱一点。是，黑棋补象，黑棋补象，红方兵九进一。多的就是兵的实力啊，往前进。对，多的就是兵的实力。黑棋车二平四，车二平四这招什么意思呢？他是防止你过会儿走车二平六啊。哦，防止你过来车六退一。先把内道先抢上了。对对对。红方走的是车二平四，对，他又走的车二平四。封马路，他可能也怕他马七进六。他又怕他马七进六这么跳进来。对，这块双方有点迂回啊。有点斗智斗勇。斗智斗勇。这个时候就是斗教练功力的地方了。对，河口僵持的比较厉害。对。炮一平三。是六进五。是六进五。后他又炮三平二。炮三平二晃了一下，先把你士晃起来。这个呢是应该说，在这时候黑方也没有明显的好棋走，他也就是通过，然后等招来看看你红方的表态，看看谁先出错吧。对，是不是女子选手里是等这个呢？是。兵一进一。兵一进一，他也在等。炮三平七打了。是，在这时候也不能不打了。你如果不打的话，我再兵三进一再一拱。对呀，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都没有在你的炮的嘴里了。对，下的太长了，对，不能，黑方是不能拉长战线的，对对对，是，所以只能打了炮三平七。我们来看车四平六，车四平六。这样黑棋对还是不对呢？黑棋是不能对，它对了的话，踩出来这个卒又在你的嘴里，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少兵的一个战局，太苦了，对，太苦了，这个所以黑棋只能走，黑棋不对，车四平六，车四平六。
这样G6G2往里切，他也是想跳马。G6 G2，对，是吧？也是想跳马。最主要是跳马。对。炮平四。炮平四。哎，这样你跳呢，我觉得可能换了，是吧？换了，将来一切你豆腐兵，可能就和了啊。是是。我想现在黑棋双方都挺冷静的，对，看谁先动手，先出错，先冒头。是。这样炮五进四打了。还是有一点着急啊！这不炮五进四打，看来红旗先冒了。对对对，红旗先沉不住气了啊！对对，如果要是蒋大师这不打，走什么呢？可能还是走象九对七。对，先圆一个哈，我也是这么想，先圆好了，慢慢再走。是。现在可能绷不住了啊！炮五进四，我们来看看这炮五进四有什么问题。打掉之后，炮五进四，自然黑棋踩了。啊，黑棋肯定得踩，不是你吃炮了。对对对对，踩。就六平五吃。这样呢，红旗忽略了黑棋的。黑棋有炮七进一的好棋。这炮七进一走上吧，先开始没觉得什么，但一细看有点问题。对，最主要是这个象，看上去有点出问题了。但是问题有多大呢？当时我估计也没看，黑棋也没看明白。但是炮七进一必须要走了，再不走就真的他一圆回来，那肯定是红方就占优了。对。我又是车马炮，又多两个兵。对，所以下棋是这样啊，你吃了亏肯定得哪儿占点便宜，对，不能老亏着。干亏带着是吧？是，对对对。嗯，这样红旗怎么解决呢？红旗马。红旗马七进八。马七进八，能不能马七进六啊？哦，马七进六，他就顶他一下，你马也没位置啊。我硬着头皮回这儿来，不跟你象吃，行不行？嗯，这个也可以。从后面来看，这个也是可以。对，下这棋我就落回来呗。至少我先把物质力量先保住。对啊，你打了我就飞了，好像也不太好赢，是吧？打了飞了，可能做红的会好一点，好一点。他有两个卒，两个卒，过后他这个还会吃掉。哦，那对对对，那我这个计划还可以、啊。他暂时不会换你，啊、他可能卒过来啊什么之类的。啊，跟你骚扰一下，但是我也调整好了，嗯、对吧？是是，我是这么想，这马反正硬着头皮先放在这儿吧，不好归不好。我是觉得走到这儿有点别扭。有点别扭，被人家顶住有点别扭。对啊，这怎么弄啊？只有炮四进二了。只有炮四进二。他实战也这么走的。啊，实战也是炮四进二。啊，炮四进二。然后卒七进一。又一个先手。又一个先手。蒋大师是不是有可能有点隐患啊？是啊，这个就是有点隐患。只有平在这儿了吧？平五不行，平五又贴一下。对，平五又贴一下，白走肯定不行，对吧？炮四平六，这样。他也走了卒七。他也走卒七平六哈。对。这样红的怎么解决？车五平九啊，车五平九还是他希望渡边兵，对，我觉得还是必须要走的啊。这步棋还是可以的啊，这步棋没问题，或者渡边兵，或者急了可能还会，是不是还会车九退一啊？对车也是可以，对，慢慢总得把这难受的地方给化了啊。对对对，嗯，这样黑棋炮七对三，哎，我防止你渡边兵，还有对车的棋啊。对，这是对的，不让你解决这个炮七对三，是这样红棋。红旗象九退七，赶快圆，这时候开始调形了，是吧？对，它能不能先飞三象呢？飞三象，反正迟早还得象圆回来，肯定花式象。三象那边也有点问题哈。啊，对对。嗯，也不好动，圆回来。圆回来。哎，这样黑棋，但是我总觉得这块有点问题，黑棋怎么办呢？黑棋打。黑棋打。打哪个呀？炮四平二。平二，平二是吧？打马是吧？打其他的也没用，但是这个兵啊，我觉得在这儿镶着这个，对对，是吧？现在这个棋，蒋大师要是你愿意下哪边呢？应该说，还是会下红的一方，还是会下红的是吧？嗯、那是功底比较厚，能伸出来。要是我可能会下黑的，我觉得这子儿吧，啊，但是这双方都可以下，双方都可以下，对对对对，这就是我觉得男棋手跟女棋手的区别。你看的比较远，我是看女棋手是比较看表面啊。对对，我当时觉得哪舒服，我肯定是奔着那好走的走，是是，不给自己出太多的难题，这样打。短时期来说，肯定是黑方的棋比较好走，处于进攻状态，对吧？但是你得对自己的这个扛的这个有信心，对对对吧？我是对这个稍微有点挠头，但是象落回来，我觉得还好一点了呢，比刚才还强点了。对对，刚才那炮七进一打，我实在是有点晕，这怎么办？现在这时候红方是走了马八退九，而倘若此时。红方如果想求和的话，兵九进一过去肯定是能和。兵九进一是什么？他打了是吧？啊，你如果打了，我就飞个象。这样，我们给大家摆一下。摆一下吧啊！打了。打了的话，哎，我就飞个象。这样你打我，你打了我打了吃了吃了，这肯定和了。对车了是吧？全都换光了。是。那黑棋没有什么
格外的变化了吗？没有了，因为你也不敢轻易动这两个，它也摘不开是吧？不能让我马八进级跳进去啊！对对对对，这虾子儿也动不了了，那就是闭合了，可能并柳金叶。对对对，黑的没有没有，车二平四也不行，车二平四马八进七了，马八对马八进七进回来了。对，哦，那红旗按说这个并柳金叶还不太难看是吧？嗯，对，但他这时候可能还是想赢棋，可能有点你那心思，愿意下红旗还对对对，抱有一点赢棋的幻想啊。但是这个棋确实红旗可能也有机会，是，但是看他怎么走。对对对，看他怎么走了，对。他实战走的是。走了马八退九。马八退九。他就是先保持住物质力量的优势。然后黑棋卡。黑棋走了车二进三。车二进三是吧？黑棋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先卡住是吧？先卡住啊！他这步棋其实黑棋走的也是非常好。对呀，我也卡住了。对。总是让你难受点呗。卡住，我接下来就准备。车二平三了，对，接下来准备车二平三。你如果飞三象，我还是照吃不误。对呀、啊，你看那边那炮，啊，对啊，它虽然没发人力，但是它牵制的作用挺强的。是是。所以人家有俩炮的时候，这俩象是尤为的得注意一点儿。对。那怎么解决这个呀？再跳上去、啊、不行吗？他实战就是跳上去是不拼了。他这时候应该走这个，我说应该走炮六加。哦，炮对，我是想一会儿灌上他，对对攻，看谁厉害呗，试试。你走这个啊？你如果走这个，我就跟你对攻呗。对，看谁厉害、啊，吃了。对攻吃了。嗯。他还可以不吃吧？不吃，不吃，我反正是杀你炮二平四。我现在只有炮二平四，出将肯定不太好。对 对, 对，炮二平四。我就先走炮二平四啊。嗯。哎，先走炮二平四，我踢上去行不行啊？踢上去，我吃将，再杀上来。那我再将一下，将一下退炮，我再往里踢，哦，我暂时到他出不来，我往这边踢吧，我不将，那你不将我往这边踢，对对对，那我就吃，你吃，哎，我们摆一下，哦，我退士，退士，你吃，吃，我试试啊，我也没算，对, 对, 对，我们试试踢，这谁厉害？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平炮过来？嗯，这边有点牵制哈，对，他是有点牵制，哦、有点棋哈。这边如果一旦车马炮杀不下来，也有点危险，是吧？是是。哦，那我这炮六平五还得算清楚。对，炮六平五、有的时候是这样，下棋的时候，这个关键胜负手的时候必须得算清楚。为什么计算很重要啊？是。有可能算清楚你就赢了，对对对，算不清楚就不行了。啊、哦，那蒋大师这个时候可以做炮六平七。哦，炮六平七，我就强行让你，你如果吃回去，我先把那不像了是吧？啊，架子先。那没事儿了。没事了。你要再走九五退一，九退一，那我再摆上哦，这样把这个兵给他吃，然后就安全多了，我个兵是吧？然后我把自己的阵型也变好了。嗯，这样有的下了。这样的话，红的可能还好点、啊。我就是兵种好，兵种好嘛，是吧？等于是他通过弃这兵把自己的阵型圆好了，踏踏实实的进攻了啊。对对对啊，当然，这个刚才这手交换也是需要大局观，嗯，去哎，我丢哪个东西更划算？对对，但是我都没有看到去炮六平七。啊，这个可能需要平时更多的通过实战，就光看炮六平来积累这个大局观啊。嗯，蒋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啊，这样红的实战他走的是马九平八，他是因为可能。我估计根据后来的进程来看，可能他时间比较紧张。对，我也是这么想。对，所以在这时候他一看，哎，要车二平三，对对对，这是凭下意识的，我就上去，对对 对, 对，下意识的就上去了。对，先上去。对，对这车二进三有时候点的吧，有点惊，我们是是是，看上去有点晕。对对，到处都是吃相。他车二进二，哎，这个就麻烦了。这样出故障了，好像出故障了。对，这样，哦，这样不走。这就出故障了，对。对，那这么看，还真是不如炮四进二好。对，炮六进二是可能是关键，绝对没事，是吧？对对对，这样红的怎么解决呀、啊？红的，也解决不了了。临场他可能走的也白走了一步。嗯。让他这也吃了。那他还不如不要了，不要了行不行呢，蒋大师？他飞象，他要吃进去，他可能走这个吧。嗯。当然，这个也会比较麻烦了。这样是吧？啊。这么一推，可能也比较麻烦。黑红的也问题有问题了是吧？什么都没走上，嗯、等于这块的一个纠缠，红就啥也没走上，黑的对对对，占了很大的便宜啊！是，就是这两步马跳的。对对对。嗯，那他实战走什么了？实战可能走的更没有信心了，他就走了这个，让他再先手吃。
哦，那还不如闹市呢。还不如闹市，闹市可能更顽强一点。那我想可能是时间比较紧。嗯，我估计也是时间比较紧。对，这个时间咱们下女孩子下的是60+30的。对。60+30应该不算太慢了。但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哦，因为她们以前也没有象甲联赛这个大级别的比赛，嗯，所以说她们这个比赛当中花时间还是比较多，嗯，所以到最后出现时间紧张。啊，当然，他们犯的在时间紧张上犯的这种错误，我想我们还是能理解的。啊，是吧？我就觉得女孩子因为那个中间这个棋啊，有时候老下的特别复杂，你发现了吗？啊，就你在打棋谱的时候，看见女孩的棋下的特别纠缠，有的时候都看不清楚怎么样，所以她也比较费时间。对对，一费时间吧，她就容易到后面时间紧张。时间紧张，这是我觉得女子赛场上的一个也是一通病哈。女子赛场里面下的比较快的，我看。很少，对对对，很少是吧？对对对，都基本上小旗儿顶起来了，对对对，然后才走。是好，所以这样他后来也就跳了一步，他然后将哦，那不行了，也就输了，这个将子儿都抽光了。是是是，对，好，其实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象甲联赛，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OK， 再走就吃了，就将军抽将了。对对对对，嗯，就不行了。对对。